们先看一下重量，好，66，好，现在可以来踩一下这个发射器了。好，站上去，好，放槽，放槽，好，是没问题的 ，OK。然后我们现在来激发一下这把发射器。好，是没问题的 ，OK。好，今天我们来测一下工匠的二代。好，然后我们现在是用回我们的这个 S100 站测，然后我们是小拇指站台，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距离一直去打那一边的角度，可以看到，比如说我现在先比较低的角度先去打，然后我慢慢会往上升的角度啊，比如像这样子，好。可以看得到会比较远，好，然后我们再打高一点，好，它会更远一点，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上打，好，可以看到它会更远一点，然后我们再继续再抬高一点点，好，可以看到它已经飞到那边去了，好，我们现在可以过去看看到底一个最终射程，好，可以跑一下。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一边就已经是50米了。这里发现第一颗，好，这里发现第一颗是在这个角落。然后我们来到第二颗，是在这一边，大概也就是上次我们测的那个位置，打红那个黄红弹的位置，比如在这里。然后我们第三颗。可以看到已经到这一个石柱了，一个石凳子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还有一颗，啊，这已经是在第二个石柱子了，这里是已经超过了60米了，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了，因为这一条边这个凳子这里是70米的，那么我们已经到这个位置的话，是刚好是有60米了。好，这个就是这次的测试结果。Hello， 就是今天我要把这款战车 S100 给大家介绍一下。来一起分享我对它的感受。首先呢，这款 S100 的它的用料非常扎实，我拿到手上，到时候所有的玩家拿到手上去看一下，用料是非常扎实，而且这个料的质感非常好，做工非常的精细，而且这个机匣是一体的机匣，一体的机匣，有可能是跟这个他们的研发有关系，他把这个高什么的机匣给它做出来，这个目前市场呢应该还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S100 是在它的颜色主要是白透和黑透两种颜色，黑透的主要是这个上导轨顶盖包括机匣是黑色的，包括弹杆也是黑色的。那么我这一只 S100 呢是也是原厂的弹簧，只不过呢我加了一下苗，加了一个鱼线管，这是我自己增加的，也是为了方便去把这个网子，当然所有的原厂的东西呢，我觉得大家都要加鱼线管，只有这样它的弹道会更加稳定一点。所以说这个乐富这个海绵弹，我觉得比水弹会更好，觉得比水弹会更好。当然，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S100 的优点有哪些优点，我们来看一下，来看我的动作哈。这是官方宣传的，用小拇指都可以拉得动的。都可以上场。目前来讲的话，在市场上来讲啊，这一点他们做的非常不错。为什么这么讲呢？以前有很多我们也买了很多这个乐福的发射器，拉的时候感觉有好大力啊。以前在咱们这个市场有一个词叫做臂力棒，那可以说战胜 S100 在这上面完全把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上场比较轻松，当然这个我们
很多那个朋友可能就说了，原厂的弹簧比较小，所以很轻松。但我们一会儿也换一个大弹簧进去测试一下，啊，测试一下，一样会很轻松。这个得力是什么？得力是他们这个下滑轨放了四颗轴承，再加上顶轨一颗轴承，五颗轴承，这样让它在运作的过程中没有一点点阻力，所有的阻力被轴承全部化解掉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要说明的，就是这个弹夹。我们发现市场上很多这个发射器必须上膛之后，啊，上膛之后才可以装弹夹。那我看一下，看我们这个啊，这个只是没有上膛的状态，而且它上膛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回去，自动上弹，这一点是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啊。来看我们的弹夹可以直插，啊，这个弹夹是可以直插的，啊，对，不需要上膛就可以装弹夹，这个基本上还原了。以前水弹的时代的玩法哈，来，在我们拿下来都不需要去上不上弹啊。当然，我们市场还有很多发射器处于这种状态，必须要上弹之后才可以插弹夹。那这一款完全就可以直接直插啊，直接拔直拔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上弹啊啊。当然，这一款发射器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部位。这个红色的部位，当然这有多种配色，有蓝色、红色这样的一个配色。这个缸体呢这么大，我相信很多老玩家知道它能干什么了。但原厂呢，它原厂呢是要过 3C 的，所以原厂的弹簧力比较小，里面还有装有线气阀。当然我这一支我把线气阀给它卸掉了，想体验一下它的感觉，因为它 3C 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他们也有个出口的版本，出口的版本待会儿我们测试给大家看一下，出口的版本的状态，跟咱们的国产有什么区别？出口的版本其实用料、配置没有任何区别，更多的就是根据出口的国家动能做了相应的调整，咱们在中国卖这个产品就要根据咱们中国的法律法规来做到这个法律法规的要求，这个动能。来，现在我给大家测试一下小拇指上弹，来，轻松上弹。来，我们测试一下它的射击哈，怎么样？原厂的状态下看看如何？来，哇，好准啊！轻松上弹，上弹一颗，棒棒的，看见没有？这原厂的状态非常的不错。不过我只不过是把线气阀卸掉了哈，但是出厂的时候是有线气阀的。那大家这个对于这个表面，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卡榫，这个弹夹卡榫呢，手小一点点的朋友啊，这个地方可能有一点点不和谐，但是它这个设计可以通用那个水弹的卡榫，你们可以在家里找找有没有这类的货，比如说奥迪的竞技卡榫可以装上去，双面卡榫也可以装上去，都可以通用的啊，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款还有一个特点，假如说我们后期下场需要啊，因为我这个装了肯定是要下场的，下场需要朋友们需要去调整一下射程的话，我们只需要把这三颗螺丝把它卸了，然后换这个弹簧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是非常轻松的，而且它有个最大的热点，最大的一个设计特点就是它的模块化比较好。如果我哪里坏了，我只需要把那个模块卸下来换掉就可以了，所以它这个成品到时候大家收到货肯定是一个拼装模块，然后大家拼装起来也很简单，它把每个模块都已经装好了，大家只需要把每个模块放到该有的位置上，拧上螺丝，那这个枪就算是拼装完成了所以说我们，但是它这个软弹呢，软弹的弹径要求是 12.812.8乘一个37 38这样的一个尺寸弹的直径 12.8 不要大于 12.8， 大于 12.8 可能会在管子里堵住哈，所以大家买这个软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建议大家买一下鱼线管，但是官方什么时候出我也不知道，看市场有没有，市场有大家可以到市场去看一下，这个装上鱼线管的时候我们下场会更棒一点，会更精准一点。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出口版本的另外一支
来，再看一下这一只是出口的，这是出口的基础版啊，同样是，其实发射器本身它没有区别，这个导轨，大家看到这个导轨，其实你们都会收到这个我刚才那一只呢，只不过我装了那个下护木，所以看不到这只导轨。我装了一个阻手器，这个阻手器是官方卖的那个竞技升级版送的啊，这个阻手器非常的好用。那这样有了这样一个阻手器的这两边的导轨呢，我们可以装一些手电啊、激光啊这类的附带产品啊，附带的产品装上一定是非常好看的。那这个弹簧我就有调整过了，1.5的弹簧，当然我换了1.5的弹簧，但并不会超标哈，就是咱们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我们去玩耍啊，尽量一定要控制这个界限。那么在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护目镜啊，一定要戴上护目镜，注意自身的安全，这是一个版。第二个，这就是这个版本，也就是黑兔的基础版，没啥区别啊。我这个就改加装了一个苗和这个鱼线管，另外呢弹簧做了一下调整，其他的没有变化啊。我把这一只稍作调整的东西设计给大家看一下，看它的状态怎么样。来看一下我这个加大了弹簧哈，但是它的拉力依然很轻松啊。我先把弹夹卸了，因为弹夹装了有弹，好，敲一下，来，哇，一样好轻松，啊，这个弹簧不大，1.5，啊，那我们试一下这个弹簧，这个打出去的效果跟刚才的效果哈。产品我稍微弹簧加大一点，那拉的就非常的累，可以说告别了传统的臂力棒。而且我认为这款枪下场非常舒服，因为它轻，非常的轻啊，所有的模块化，而且很结实。我看官方有发出那个图，就是一个66公斤的一个小伙子，一个帅哥站在枪上面，而且都没有发生任何形变，一样可以激发。所以我相信这款产品绝对是一个下场神器，啊，我一定会去拿它经常去下场，非常的轻，不会太累，而且这个官方送的这个阻手器呢是非常的棒，非常符合这个人体工程学吧，拉起来非常的轻松。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买了市场的一些发射器，包括台式的一些发射器。我们装了那个阻手器拉的时候，感觉如果不使用一点巧劲的话，很难拉动的，而且要直接拉根本都拉不动，必须要有一点巧劲往上带才能拉动。但这款发射器不需要，来，轻松的很，来，轻松的很，就这样拉就可以了。这个可能跟这个力道学有关系哈，所以说我弹簧加大了1.5的弹簧，照样很轻松，照样很轻松，可以。好，这款发射器其他的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更多的，我建议大家买发射器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官方配的这个金属的这个后托杆，后托这个碟杆，一定要买这个，不要省这个钱，因为那个塑胶的它是为了这个成本，可能为了成本，因为整个发射器据官方说这个成本是吓死人了，光整个模具成本非常的高，所以材料现在也非常的贵。但是这个 CNC 呢，你看，就非常稳定，非常稳，啊，装上去不存在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那个原厂出来的没有换这根杆的话，这么一拉可能就会掉。啊，这个放上什么摇动没问题的，下场怎么玩都可以。啊，所以大家不管如果要是买基础款或者基础升级版的，建议大家。啥东西不换，这个一定要换。产品还有一个特点，刚才忘了跟大家讲，当然这款产品我是已经装上了哈，有通话的功能，这个是在竞技版竞技升级版里面才有，普通版它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这个通话系统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示范一下为什么要有。因为下场时候我们打着打着拉着拉着，打不出来弹了，打的是空枪，就会
弹夹里有多少弹，弹不清楚，但有了这个铺挂系统，它神都会记录。我打完了最后一发之后，它会锁机。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大家看一眼就知道了啊。我新出了上塔，哇，好远了，哇，飞掉了哈！来来，走，现在这里面没有弹了，没有弹的状态下，这个铺挂系统就把这个直接锁死了。啊，这是没有弹的状态下，怎么拉？怎么拉它也拉不动，就已经锁死了。好、啊，我们把弹夹卸掉，弹夹卸掉，卸掉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个系统是非常的好用，特别是下塔的时候，因为我们没可能不停的盯着这个弹夹里面看有多少弹，在我们在激烈的下塔 CS 的情况下，激烈寻找对手的时候，这个可是非常好一个神器啊！我们装一个备用的弹夹，当我们没有弹的时候，一拉拉不动就清楚了。好、啊，我们换弹夹。对，换成弹夹就可以拉得动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功能目前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用。